到了，到了，小妮呀，怎么认识我？啥？爸爸，明天到。这个小子当兵当了多少年我在怎么找他你啊？找干嘛？一个副县长有吗？我堵他了，不行，你把你们捡那个，我看。捡出来。刚才就是你那个。好。哦，光强，你有先拔过啊？录了。